嗨，大家好，今天呢，梦丽要跟大家分享一款我们陈燕改包装之后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植物交响乐哦，在这边现在的话呢，我们改包装了这样一盒里面有20包这样子20包，那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哈。我们如果说要泡的时候，或是要直接吸来补充营养的时候可以从这边这边有一个设计的地方很方便可以从这里撕下来，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洞哦，就可以直接吸来补充营养了。那因为呢，我非常喜欢交响乐，就是因为现在冬天到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要补充营养，是不是觉得说如果有一杯热热的开水，然后我们把交响乐倒进去之后呢，摇一摇就可以来喝，是不是很棒？所以说现在梦丽每天晚上回来都会泡一杯我们陈燕的交响乐真的很棒。那因为交响乐里面的专属配方呢，就是有300株，还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就是明日夜，还有就是菊花，还有桔梗根，这些都是我们陈燕的专属配方。所以说一包里面大概就是有10毫升。那如果说你任取一包啊，就可以加入大概100到150cc 的冷开水，然后搅拌一下就可以立即来饮用。然后每天的话可以早中晚来补充一下前天后随时都可以享用哦。那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啊周遭的环境啊，就是细菌病毒还是围绕着我们然后我们有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哎，身体的负担太重了，有时候吃下去太多这些高盐啊、高油啊、高味精啊这些食物的时候啊，偶尔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下我们的植物交响乐，让我们的血液能够净化一下哦。那现在的人呢，就是文明病也特别的多。那如果透过我们平常的一个保养呢，相信各位在身体的一个病症上面就会减少很多哦。那陈燕的产品就是高植物营养素、高抗氧化剂，还有多糖体的一个成分，对各位的帮助会蛮大的哦。所以说，透过梦丽的分享呢，可以每天知道一下，就是说，哎，我们陈燕还有哪些非常棒的产品可以供您选择。以上是梦丽分享的植物交响乐哦，也是我的最爱，希望你也会喜欢哦。谢谢大家，谢谢。